外面自己汇进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后面的屋子呢，在里面的人放，为了这个外面的人打开这个门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个屋子里面的和尚啊，你们知不知道释迦牟尼会啊说啊说话，用说然后讲话的那个不会讲的人有没有？他们就是说的样子、啊、都不一样啊，都是太有意思、啊。你们啊、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活动的时候，这个前面的屋子里面的和尚动作怎么样？在后面的屋子里面的和尚动作说的样子不一样，你们看一下。而且我刚才讲的是讲过的这个大宝寺的这个大宝塔，本来是啊，在中间有一个有上孔上就是有四字的，有没有？有小小的。楼梯上面啊，有没有狮子？有没有？本来是有四个了，可是我现在为什么在只有一个？你也不是日本人听不到你，所以你们以后有机会去日本的话，观光的时候你们找到这差不多的羊的话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我打他了拿回来啊。而且本来是你们看啊，如果狮子站着放在这边的话，靠楼梯的话，坐楼梯的话不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坐楼梯上去的话，楼梯中间有狮子就通上的话不方便吧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水，本来是在哪里知道吗？有这个那边交错的。